好，确定好位置再放就好。哦，好，好，小心烫哦。骗我？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邀请的就是三位朋友来跟我们喝茶，我们想要一起寻找，关于中秋节这些甜食呢跟茶的搭配。那我们今天有这个业务代表，对，小慧，小慧 ，Hello， 还有这个知名网红这个布洛克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阿曼达，对，三重在地美少女阿曼达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打完招呼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天有准备了一些像。凤梨酥啊，绿豆碰，然后蛋黄酥，然后芋泥酥跟太阳饼。那我们今天所准备的茶款呢，大概有来自三峡的碧螺春，然后石碇的铁观音，然后洞顶的烟仔茶，然后阿里山的桂花乌龙，还有阿里山的金萱。那从口味上来说的话呢，有清香的，也有炭焙的，也有花香的。怎么样来搭配做一个有趣的中秋佳节这个在茶桌上的话题？那我们今天就是透过三位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品饮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记录下来投票，等一下等我们的答案揭晓。